我这里有6对12颗珠子，道与术，曲与雨，利与害，长与变，方与圆，生与死，这就是我们的功课。你每通过一课，就可以得到一颗珠子。12颗珠子你全部得到，你就可以结业而入道了。师父，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拿齐这12颗珠子？悟性高，或者12天就能得到；悟性低，或者12年也不能够。好，师父，您开讲吧。大凡天下之学问，万事成败，皆不出道与术这两大范畴。道是和，术是周；道是惰，术是强。无和无以载周，无周难以度和。无惰则无方向，无讲则无动。所以，道是方向，术是方法；道是法则，术是谋略。现在，你告诉我，你想得到的第一颗珠子，选择的是道，还是选择术？我选术。为什么要先选择术呢？刚才师父您说了，道是惰，术是讲。我想，讲应该比惰重要一些。何以见得？一艘船在水里头行进，如果只有舵没有桨的话，那是没有办法前进的。可是反之，如果有桨而无舵，则不然。难道你就不怕触礁或者驶入漩涡吗？如果熟悉那条河，就不至于了。还有呢？在商场上争赢取胜，方法和谋略是最重要的，方向和法则那就是等而其次了。谋者韬略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谋略，以正守国，以奇用兵，先计而后战。”天下之谋略，无论应用于何时何事，时谋、地谋、人谋这三则。陶朱公著有《陶朱商经18法》，分为三谋和三略，是为人谋、事谋、物谋，破略、驾略、势略。这三谋三略，乃陶朱商经18法之要义，你要深领其意。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，孟洛川渐渐明白了商战的道理。像初进北京时那样城墙蛮干是绝不行的。一个成功的商人，首先要懂得商道之本，还要善于审时度势、沟通权变，要善于联系各色人物、调和各种矛盾、明辨祸福利弊，也要善于转输货物、商略价格、拓展市场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冬去春来，经过潜心学习，孟洛川逐渐领悟到商战的奥妙，也领悟到了老师所说的纵横四海、吞吐宇宙的大商之道。生意的目的是什么？取利。不错，生意的目的就是取利，但是有的时候取利之前却需要给予。师父，这是不是咱们
总说的那种先吃小亏后占大便宜。非也，这是小见识，先予而后取则是大智慧。先予而后取，大智慧。李先生，吃水果。师父，我想不出来。孟三，哎，现在这里有大小两个苹果，让你选择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我拿那小的。你呢？我拿大的。你认为这种获利的结果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合理啊，孟三愿意选小的，我愿意选大的，各有所需嘛。这种看似圆满的结果，是因为孟三奉行了先人后己的原则。当天下一部分人奉行这个原则的时候，这就意味着这一部分人必定要吃亏，而另一部分人则要占便宜。时间一长，吃亏的人肯定不干。孟三，你说呢？嗯，是。那么，下次再让你选择拿苹果，你会选择哪个呢？我拿的大的。你看，他也要拿大苹果。现在你们两个人同时都想拿这个大苹果，这就产生了矛盾。我还拿这个大苹果，我们商量一个合理的补偿办法。这个大苹果在市面上的价值是4文钱，小苹果在市面的价值是2文钱，我补偿1文钱给孟三，你还拿这个小苹果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两个人拿到的全都是3文钱的价值，我们之间的矛盾就可以合理的解决了。如果说拿大苹果是取，那么补偿对方1文钱与，这其中的道理你能领悟出来了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师父，这个道理是平衡。说下去。在经商的过程中，或是日常生活中，如果利益双方得不到平衡，那么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。如果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办法，那么最终谁的目的都达不到。鱼就是合理解决这一矛盾冲突的最好办法。通过这一办法，解决了利益各方之间的平衡，最后达到了取的目的。我说的对吗，师父？然也。你曾多次问过我大商与小商的区别，现在这不是有了答案了吗？于己有利而与人无利者，小商也；于己有利而与人亦有利，大商也。还有呢？与人有利，于己无利者，非商也；损人之利以利己之利者，兼商也。大商之道，你已经得2/3了。啊，才得2/3？你过来。谢谢师父。下一课讲长与变。这是鬼谷子一书。鬼谷子是不是孙膑和庞涓的师父？不错，此书外论纵横，内气长变，你先通读一遍，开讲之前我有话问你。几子，几子，几子来了，就那么大声，换驴呢？我这抽屉里的银子呢？真新鲜，抽屉有多少银子你不知道啊？头两天还好几十两呢。还贝勒爷呢，几十两银子都记得那么清楚。甭废话，我这有急用，哪儿去了？没了。啊，干嘛了？本包养夫人打麻将输了。呵，这刺花大风吹急了呀，说给谁听呢？谁爱听谁听，不爱听捂着耳朵。哦，我不跟你计较啊，庞五，哎，贝勒爷，把这个，哎，拿去给我当了去，哎，还贝勒爷呢？我说什么来着？离开了恭王府，我看你这贝勒爷还能撑多久？
你说瑞福祥冒出这么个小子来，再就不来人了。来了你就扇人家大耳瓜子，那谁敢来呀？我那不是为了逼他们家大人出来吗？你管他大人小人，有银子陪你不就成了？依我说呀，他们还是不买你的账，要不然你搬回恭王府试试，没准儿他们立马就会派人来找你。我还真就不信了，牛不放屁，那是鞭子抽得轻了。那你想怎么着啊？怎么着？到时候我让府衙拍卖他们商号，看看有没有人出来。赵。娘，娘，玉玉，你接到官府的通告，我们都急了。二掌柜让我火速来报个信儿，少东家，你得赶快想个办法呀。先生，区区小事何足为惧？你明天一早就返回北京，告诉二掌柜的，叫他沉住气，待四少爷返回北京，自会审时度势，化解此事的。面对的还是运河与南天。孟洛川这次进京，心里上次的教训，肩上的担子沉重，能否挽回瑞福祥的命运，能否实践老师大伤笔面的教训，能否完成母亲、三伯和族人的期望，这一切都在未知中。新鲜的什么游戏的？事儿啊！哦，我打中了，我打中了！小顺子不错啊！准准，小顺子手法准，石头击中长木棍，瞧一瞧，认一认，选中我的哪个糖人？哪个糖人？我要这个！哎呦，小顺子好眼功，一选选中了孙悟空，今朝投石练本领，明朝扫魔健身功，健吧健身功！拿着，走走，继续努力啊！师傅，您看明白了吗？哎，你快说啊！掌柜的，来了。这位公子，您请吩咐。那个卖糖人的和那帮小孩，干嘛呢？那是。啊，不光您问，不少人都感到好奇。哦，您也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这四猴子今儿又搞骂名堂。真是奇思妙想。这个四猴子，还当真是个人物呢。奇思妙想，妈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这个水塘，他一定是花很少的钱买下来的。多南城北城的也过来，那这三位客官是打山东过来的，对您的把戏是蛮感兴趣的。见笑见笑啊，
幸会幸会。朋友啊，朋友故宫的方式别具一格呀。我刚才替你算了一下，按照这个速度和释放，不出三个月就可以填平了。而你的代价只不过就是百八十个唐人，朋友的点子堪称一绝。公子，好眼力。等到你把水塘填平了，那就不是卖水塘了，那是卖地皮了。地皮的价钱肯定比水塘高，天津的地皮什么价钱不敢妄想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吧。公子，您确实是好心机。我在这待了一个月了，您是头一个瞧出名堂来的。公子，您的尊称啊？咱们是一家。一家子？自古天下无二孟，当然是一家子。舍下是济南府章丘县旧郡镇的，孟氏六十九世，纪名纪生，草字洛川。哎呦，失敬失敬。章丘旧军，莫不是瑞福祥或是千祥义的叶东？在下孟广顺，别号晋侯，七十世的。论起来，我应该尊称您为世叔啊。啊？世叔在上，请受小世侄一拜。哎呀，出门在外不用多礼。小世叔，今日给世侄个面子，我想做个小东，请你们吃个饭，略尽地主之谊，行吧？小师叔，小师叔，刚才您说那事儿，我想到了一个朋友，没准能帮上您的忙。什么朋友能和恭王府搭上关系？关于他的情形，容我日后慢慢跟您说。但是我可以跟您讲啊，他是一位极其有背景的人物。我是听说啊，他跟恭王府的贝勒爷那是交情匪浅。哎，我就寻思，您不是在天津、北京两地都有生意吗？日后往来频繁，认识他以后多有好处。他在北京、天津、保定、沧州等地那都是有势力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他好像是道上。不瞒您说，他真是道上。那道上的朋友恐怕不太多。李先生，小师叔，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头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讲无妨。我们亚圣一族向来是后师叔重礼教，与江湖人物有染，确实是有失门风。可我觉得吧，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，世事难料，要想做成大生意，在黑白两道上可是最不能失了照应的。师父您看呢？你自己拿主意啊。天大地大，江湖义气第一大。这件事关系到我两个兄弟的身家性命，王二爷，来，多谢多谢。那我们只有凭空了断了，那就请马二爷话道。您先忙去吧。嗯。龙爷，这三个一样的骰子，一会儿我亮出来，请龙爷给个点数。以主相为限，如果龙爷算对了，我们悉听尊便，从此不再提及此事；如果龙爷算错了，请龙爷高抬贵手，从此不干涉此事。公平合理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好。龙爷，请算出三只骰子朝下一面的点数之和。九，你看出门道来了吗？九派出发兵可迎刃而解，算出来了。
那咱们得想办法告诉龙爷。有了，镜子。哦，那我去了。龙爷。死猴子。龙爷，镜子。镜子。镜子。嘛镜子？您儿昨儿不是订了个镜子吗？今儿给您运来了，您看什么时候装啊？死猴子。怎么这么没规矩啊？没见过这儿会客吗？待会儿再说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龙爷，那我就在外面恭候了。龙爷，一炷香燃尽了，在下告辞了。慢着，这香不还是着着吗？那请龙爷亮点吧。第一是朝下面的一面，应该是五个点。第二是朝下面的一面，应该是一个点。第三只朝下的一面应该是四个点。朝下一面的总和一共是十个点。龙爷高明，那件事就悉听遵便了，在下告辞了。见过龙爷，给龙爷请安。这位小兄弟是你带来的啊？这位是我本家的小师叔，孟洛川。够劲儿，小兄弟，今儿是多亏你了，不但帮我挽回了面子，还救下我两个兄弟的性命，够劲儿，龙某，感谢了。龙爷言重了，能为龙爷略尽绵薄，实乃是成天之美。好一个成天之美，够劲儿。四猴子，哎，今儿你帮我好好陪陪你这位小师叔。行嘞。小兄弟，你年纪轻轻，却是如此的够味够劲儿。就是就是，俗话还说呢，天上的星星和什么相惜，天下就有开了。猴子，别闭嘴闭嘴，别说了。来吧，小兄弟，咱们就为这个四猴子这个什么星星不星星的，我敬你一杯。龙爷，我不瞒你。今天真是不能再喝了。那好，那我就先干为敬。痛快，好。哎呀，龙爷不骗你，今天是我喝的最多的一次。今儿咱们就是一醉方休。一醉方休，一醉方休。来，换大碗。小师叔，明早还有一件棘手的事儿呢。哎，等会儿，兄弟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行了，行。嘛棘手事儿？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就跟龙爷说，看我能不能帮你。没有。龙爷，是这样的。今天我喝的确实有点多，咱们不喝了，咱们今天暂且别过，等下回我来天津，我头一个来看你。我肯定把您给灌趴下了。好，兄弟，这坛陈年老窖我就给你留着，等你办完事咱们回来接着喝，我就让你给灌趴下了。一定。孟三儿，哎呀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师父睡了吧？先生走了。走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往哪儿走的？先生没说，他只是说让我们明天早上自个儿走就成了。肖师叔，我觉得李先生那是有意要躲开你。
不错，先生肯定是在有意的考验我。哎呀，小师叔，您甭想多了，路啊是自个儿走出来的，点子是自个儿想出来的。对了，静红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跟我去一趟北京吧。没问题啊，我那水塘子早一天晚一天的，不碍事儿的，没事。师傅走的时候，有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口信？先生给您留一封信。在哪儿呢？在那儿呢。无事时如有事般提防，方可迷意外之变；有事时如无事般镇定，才能消局中之危。孟三，吩咐船夫明天一早起床。小爷爷，小爷，孟公子，侯爷，这是龙爷让我交给你的，如果在这儿赶不上你们，就到北京交给你们。有劳者爷，别客气，孟公子还是路上看吧。回见，孟公子，侯爷。回见了，有劳者爷啊。孟三儿，哎，起床。是。有了龙爷给贝勒爷的这封信，这事就好办多了。看来龙爷和这位程贝勒真的交情不浅。这怎么看得出来？你看。这封信是给程贝勒，可是信封的口都没有封。这里边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是为了让咱们知道他与程贝勒的交情不简单，而且信上的内容咱们可以看，好让咱们放心。第二层意思就是告诉程贝勒，龙爷和咱们的交情也不简单，让他对咱们全力周全。这位龙爷办事不但豪爽，而且考虑丝丝入微。可是我昨天没有跟他说咱们要去拜访程贝勒。这就是他们这道上的功夫了。看来这道上的功夫值得咱们学学。不错，结结实实的拿下。不是，现在咱们只剩下五天时间了。我知道。您是不是对龙爷的信信不过呀？不是，龙爷虽然我只见过一面，但是我看得出他是一位很四海的人。您上回是不是？成了，我明白了。小师叔，我赞成您这么做。如果我们今儿拿龙爷的信去了，即便把这件事给办下来，可终归还是被他小瞧了去了。咱们结结实实的拿下来，将来为敌也好，为友也罢，咱手里握的都是张大牌。不错，为敌我要让他心存忌惮，为友我也要让他心服口服。本官奉两宫太后懿旨，来你们宗人府协助查办恭王府纵子王法霸占同宗父旗一案。我们已经查过了，所谓恭王府纵子王法霸占同宗父旗一案，实属捏造。是吗？查无实据，
你们是如何查审此案，又是如何得出上述结论的？这是宗人府内部事务，外人不得探知。贺大人，我再重说一次，本官是奉两宫太后口谕。抱歉，上谕未曾下到我们宗人府，但凭孟大人之言，不足为信。放肆！难道你们想抗旨不尊吗？失陪了。好，你们等着，我这就回禀太后。哼！给王爷和福晋请安。免了，免了，贺大人坐。谢王爷。禀王爷，今儿个孟传举带人突然闯进了宗人府，说是奉了两宫太后的口谕，要求协查程贝勒爷的案子。孟传举，你们退下。王爷，看那孟传举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好像得了西太后的什么话。今天上午东太后召见我，并没有提及此事，看来所谓的两宫太后口谕只不过是西太后而已。东太后耳朵根子软，小心她给西太后说动了。这次西太后抓住二辈子的事犯的茬儿，目的是冲我而来，东太后不会上她的当。是在担心你的高徒吧？撤掉了拐杖，你怕他摔倒？哎，这是他的一道坎儿，早晚都得过。是啊，堂兄啊，一般来说，商道的历练应该是循序渐进。在这关键时刻，我突然放手，是不是有悖常理呀？你是在担心惊弓之鸟，锐气先成？说的是啊。以我看，有悖常理，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是另外一词，因材施教。我觉得你交给他的东西应该足以应付目前紧张的局面吧，还担心什么？一个是信心，一个是稳定。虽然两点之间的直线最短，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达到目的，却要迂回行动。止痒无害，屈能有成。曲直之道即方圆之道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直中见曲，曲中见直，方中有圆，圆中有方。哎，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小师叔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，您帮我拆解一下。什么问题啊？程贝勒这个人我接触过，虽然说这个人很蛮横，不过他并不卑鄙，况且他是恭王府贝勒爷，就算是他想讹我们银子，他也未必要编出两尺段子的虚头，这不符合他的身份。我觉得有道理。二掌柜觉得呢？会是买段子的跟班做的手脚？哎，我觉得八九不离十。那么说咱们的感觉是一样的，十有八九这件事的问题就出现在这儿。我已经让四喜子和孟三去查这件事儿。这个跟班，小东家，四少爷查出来了，怎么样？程贝勒的私人跟班一共有两个，那天到我们布号来买段子的是一个叫庞武的，庞武的家住在牛街，家里有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，还有一个读书的弟弟。听邻居讲，庞武这个人特别孝敬母亲，又最疼爱他弟弟。
一心想让他弟弟读书，将来好出人头地。小师叔，那俗话说了，砸开核桃才见人儿。哎，咱们就从那庞武身上下手。那你就砸核桃吧，我吃饭去。哎，好，饿了。庞武爷，庞武爷留步啊！你们见我。庞武爷，请您喝杯茶去。不认识，喝杯茶不就认识了吗？对不起，在下还有事儿。哎呦，咱们那个关于采办的事儿，咱们得去问贝勒爷了。是，是吧？没错。你们走吧，走啊，啊，走走走，喝茶去。来吧，啊。庞武爷，我最近学了一句俗语，想想听听。什么俗语？三个跟班，一条贼。什么意思？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我不用把话说这么白。对不起，我不明白。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失陪了。站住！陷害、伤耗、逆吃银两，这不是一个轻的罪。什么意思？啊？你们什么意思？你小子少跟我这装蒜！程贝雷在瑞福祥短那二尺段子，你敢说不是你干的？你是想讹我是不是？讹你？我讹你就不让你到这儿来了。嘿，唬我！本爷可是恭王府程贝勒的贴身跟班。程贝勒是位什么主？我想那天你也领教了，敢诬陷他的贴身跟班，你们纯粹是想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小子还跟我在这装呢？你我要是把你利用采办之便逆吃暗摊占便宜的事儿告诉程贝勒爷，他还不揭了你的皮？我知道你是一位孝子，身为靖主，所以才约你出来谈一谈。你想过没有，令堂大人如果知道，他会怎么想？你们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。庞武爷，你知道，因为这两尺段子，成为了教唆官府封了我们的店，我们的老掌柜就是含恨而死，这是不白之冤啊。现在又要拍卖我们的店号，你想我们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、忍气吞声呢？如果对簿公堂，你逃脱不了干系。不过庞武爷，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一个这么有孝心的人戴罪。如果你真的戴罪了，令堂老人家会怎么办？令弟的书还念不念？你们不是存心要治我？庞武爷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如果我要是存心治你的话，我就不会把你约到这儿来推心置腹地跟你谈了。你还没听出来啊？我们少东家是要救你。救我？庞武爷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我们谈一笔交易如何？什么交易？一笔对你、对我们瑞福祥、对程贝勒三方都有交代的一个交易。您说。我记得师父在船上曾经跟我说了一条大清的律例，现在我想起来，很可能是在暗示我。什么大清律例？他跟我说，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，严禁亲王贝勒在外私纳灵幽鱼鲳为妾。哦，您是说程贝勒在房子里养的是灵幽鱼鲳？哈，要不然他怎么私设小房子呢？你去查一查，查得越详细越好。王爷，
丞相，果然被你们猜中了。东太后被他说动的心，已经同意降旨，由孟传举来承办成儿的案子。孟传举，六亲不认呐、啊，由他领办查案，王爷要早做对策。梅香，以你之见，如何化解他这一招？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。釜底抽薪，你是说赵奎？只要使赵奎到宗人府撤了状子，谁还能做出什么文章来？